脆的哦，嗯，皮是脆的哦，很香。桃园拉拉山水蜜桃七月正当时，艺人小贤及两位水蜜桃公主走到第一线，跟民众们介绍水蜜桃的好，希望用最直接的方式替果农们开拓销售通路。我喜欢吃水蜜桃是因为它很 juicy， 然后呢，而且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处理很方便，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拿着就这样吃，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切片，像刚才我们记者会有用那个小盘子装啊，感觉非常有仪式感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因为很多像我出去外面啊，有很多遇到选择水果口味的时候，我都会选水蜜桃，因为水蜜桃就很香，真的很香。哦，我们拉拉山水蜜桃品质非常棒。那目前正是夏日炎炎哈，那正是柳席的时候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啊，不管是到我们的家乐福广场，家乐福卖店，还是到我们的市府广场，哦，甚至我们的各大的这一些展销店哈，那我们来选购我们最优质的拉拉山水蜜桃。那也很感谢小贤今天透过直播的方式哈，我们现场哦买气满满哈，500盒的这个水蜜桃一下就卖完了哈。那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这个网络直播的服务啦哈，然后能够越来越行销我们的桃园的各地的农特产品，让它行销到各地哈。桃园拉拉山产区的理事长也带领同事在现场介绍水蜜桃的营养价值，大家试吃看看。好啊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甜哈，它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那它有非常棒的这个维他命 C、B、A， 另外呢，它的矿物质镁、铁、钾哦，都非常的丰富，尤其它的铁质哈，是我们苹果的5倍。桃园农业局用心，直接将明星级的农产品水蜜桃从产区搬到大卖场，除了介绍水果的优点之外，也推出优惠的价格，让大家只要想吃得到，就一定在卖场买得到。每天电视在桃园的采访报道。